老板娘嘞，老板娘，今天又在这里等客人呢。今天客人多吗？一点点。哇，今天穿的真漂亮，来给我买点冰块。穿那么漂亮都没有客人，这我不客人不来了吗？给我来点冰块。兄弟们啊，今天来越南老板娘这边买冰块啊，在越南南部这样常年四季如夏，都是30多度的天气，买多少？对，嗯，来个2000块钱的。哦，这一袋多少钱？一袋多少钱？直接下满。5000。一袋5000的，给我来个5000块钱的。来2000块钱的，老板娘看不起我。老板娘的手真的是干净又卫生呀，你这手干净吗？干净。我手比较干净啊。2000块钱的，兄弟们，其实我就2000块钱零钱。买2000块钱的，他翻白眼，好像不开心啊。现在多少钱？现在5000是吧？给你10000。不是我买不起5000块钱的冰块。没有，不是我买不起5000块钱的冰块，是因为冰块5000块钱的吃不完，剩下的5000当小费。不用找了，牛不牛逼？厉害吗？下次还来买，下次见了我客客气气的啊。谢谢。